看外边的风景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牙怎么了？难受是吧？要掉了？嗯，好。嗯，我待会儿去给哥哥买新的牙。给哥哥买新的牙？嗯。牙还能买呢？我买给哥哥买好多。爸爸。我自己的爸爸，你最喜欢我呀？嗯，来，我让我亲一下吧。我来亲吧，我来呀！信不信我反击的啦？反击是什么？是这样子。你觉得我们会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山上吧。住在山上啊？那多，你看那个山上还有小房子呢。在哪？那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黑色的屋顶。